现在我来介绍的是等高线的观念。等高线的话呢，它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是因为在三 D 的一个就双变数函数啊，它的曲面的话来说是一个三 D 图。那么我们如何的话呢，要使用二 D 的一个地图的话呢，去描述它呢？那么我们来看怎么做法。做法是这样的：假设这是一个三 D 的一个图形。 然后的话呢，我们在不同的高度，这是 X 轴，这是 Y 轴，这是 Z 轴。那么地图当然就是 X Y 轴。好，那么我们在不同的的高度，我们拿锋利的刀切开来，一切过去，它就会有一个结痕。我有不同的结痕之后，我们在 X Y 轴上面的投影就可以造成的像是一个呃不同的地图啊。那造成的那个地图我们就称为。 等高线地图就是所谓的 contour map。那么我们来介绍一下它的原理。来，我们再继续看下面一个图。这样子，假设是一个山，那然后的话呢，这边是不同的高度，我们以不同的高度来截下去，它会有一个截痕，它是一个有不一样形态的。那么我们在这边的投影上去之后，它们的话呢，就会造成了。 好多好多的封闭的一个曲线，那么封闭的曲线的话呢，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标示，这边的话呢，这高度是八百哦，我们这边的话呢，在这边山顶，那么不同的一个结痕就会造成了一个叫做这个一圈一圈的，我们就称为这条线叫做等高线，因为它都是两百，它都是四百，这都是六百，这都是八百。来，我们再来看看图。 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应用等高线的应用的话呢，在天气图上也是常常用到的。像这些线，我们都称为 ISO bar 所谓的等压线。同样的压力，我们的话呢，把它画成了一条线，是让各位同学的话呢，能够比较清楚的了解状况。那么我们的话呢，来看一看下一个图。 这也是应用，就是所谓的等高线的地图。像是一般的军用地图的话呢，我们都是用等高线来画。我们的话呢，画出来的这个条线，我们就可以了解一个平面的一个地图，能够知道它的高度是怎么样。如果说它的线画得越绵密，代表的是它的相对的高度就会变化很大。来，我们来看看下面，这是我们的话呢常常见到的一些。 函数，这有趣的函数啊！各位同学看这个，这个的话呢是 f of x y 叫做 x 平方减 y 平方，这个图形是什么呢？就像是一个马鞍一样。我们的话呢转过来看啊，这个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是有用到的。如果我们把它切成圆形，就是我们常常的话呢，呃吃的洋芋片它的形态。那它的等高线的话呢，我们用横的方法的话呢，切。 切出来以后，它这边的话呢会有四个。那当然的话呢，这两个的话呢是高度一样，这边的话呢，高度是在底下的。来，我们再来看看下面的常见的图。这个的话呢比较有趣了，这个的话呢是叫做 Monkey saddle，叫做猴子的马鞍。那为什么要叫做 Monkey saddle 呢？各位同学可以参考一下。 这个跟刚刚那个 saddle 有点不一样哦，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它这个地方的话呢是有一个斜度，可以滑下去，可以做这个是尾巴的话呢下下垂就可以了。这是所谓的 monkey saddle。然后它的话呢我们的话呢，它的等高线的话呢就有六片啊。来，我们再看看下一个，下一个图的话呢，哎，这个也很有趣，这个常常拿来当做我们的呃例题。 这个叫做 dog saddle，各位同学可以看一下，这边的话呢有八个啊、哦，这边是看等高线就知道了，呃，这边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有八个，八个的话呢上下的波动，也就是说这边的话呢会有四个角可以放下去，那么叫做 dog saddle 的话呢是因为它有四个角可以放，所以我们叫它 dog saddle。来，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个图，这也是常见的圆角矩形的图。 圆角矩形，各位同学的话呢，要知道这边是四，这边是四次啊，方根啊，那这边的话都是尖的。为何叫做圆角矩形呢？是这边的每一个线的啊，我们还来平平的切过去，它是一个圆角矩形，它不是尖的，它也不是圆的，接近接近圆，但是的话呢，这个地方的这个数字越大，啊，这边两个一样。 越大的话呢，它就越接近我们的越，越越像越像是一个矩形。那么这个图形的话呢，我们就称为圆角矩矩形锥。这个是锥啊。那这边的话呢都是直线。那么的话呢，我们大概的话呢，介绍了一些等高线的观念。